采点折耳根叶去吃。我是欧妹，刚才加了点折耳根嫩叶，洗了一块腊肉，还提前准备了一点面，泡了点白菜干和蕨菜干。这五花腊肉漂亮的很。今天就来炒一锅腊肉，烫这些菜吃。先把腊肉煮熟，可以了。起锅烧油，炒点配料，大蒜、干辣椒，放点香辣酱。一点点辣椒面。腊肉倒进来，翻炒一会儿，加点水进来，烧开调个味，盐、花椒面、蚝油、酱油，然后把面饼和菜干放进来先煮。最后把折耳根放进来，准备开吃。哎呀，这一锅看着都美味。香辣味美，太好吃了。